改题啊。妮妮是哪里人？我心上人。妮妮，我写的是仙女国。我写的是我心上人。第一个题，西林娜依高是男生还是女生？这个问题吧，有点争议。要求三个人答对啊，三、二、一，共识牌。你好，安全。哎，我们刚好三个哎，三个女生，真的，好有默契啊！哇，好有默契啊！下一题啊，妮妮是哪里人？两个人答对啊，三、二、一。公式答案，这写了个啥？我是泰国。哦，两个答对了，哇哇，好吓人！刘仙宁，你心上人可以啊？我心上人，妮妮，我写的是仙女国。妮妮，我写的是我心上人。赵月是长发还是短发？要求三个人答对，三、二、一。短，三个短。哇哇，怎么可能？真的哇，怎么会这样？好可怕哦。这道题啊，张一凡害怕什么？这个有点广，这个要求六个人答对。张一凡你自己别答对了。公布答案。都对了吗？对了。哇，敢写无，你自己居然觉得自己是无、哎、没事，很可爱。要不是时间不够，我能给你写满这一本。陈卓璇的队内担当是五个人答对。一二三，五个。好可怕、啊、有点东西啊。哎呀，建议你们算是出难难题了。哎呀，这种考验团魂的事情吧，考验团魂都是难不倒我们啊。难不倒啦。下一题啊，王一锦他的理财能力怎么样啊？四个人答对，一二三四，多了。刘仙宁戴什么颜色的发箍？四个人答对，要求啊。完了完了完了，没有人答对啊。不是白色吗？妹妹打了个白字，诚实。哎，我们都是色盲，我们不是色盲。怎么会是连绿色最适合你了，翠绿翠绿的。这道题不得分。最终结果咱们是回答对了五道题。哇哦，好了，咱们已经深夜了，咱们休息了啊，孩子们晚安了啊，乖啊，拜拜，辛苦了，姐姐再见。好有默契啊，天哪，真的奇奇怪怪的团魂，就是最后一题有点垮。 Cheers Cheers baby Cheers baby